嘛，他家里也为啥来的？他家里也为啥来的？他没家庭，你来的，家庭我都瞧对着了。明天早上谁来来的？阿勇，街上给咱的迷宫，我见牛肉，那是第二个农村里的吃嘛，边上高原上家的，家里上啊，山里搞不着上到家的，我们要当那个，特级红毛片了，谁敢进来？哎呀，我先拿来的，当时边上下条件表，哎呀，先把这个包分出来。江北里我啊边，像这些啊边特别啊边伢子，这样晓得伢子，我你吃多少？啊包面的，啊包鲜辣的，啊包啊当家味的，还你搞不着了呗？第一当个泥垃圾了了，没地味了，今天买点鲜辣的，不给你面的，对了，还你搞不着八米辣，有些鲜辣的，有些是新鲜辣的不？便宜吧呗，鲜辣味的，过年呢我总也要老回来的呀，你就把拿家的。封建地里的，虽然俺南阳，他来表你的，俺南阳个刚一上没两天不，刚一上两天的，现在那里留个面子，比比大大的，都也先要什么的，他给你刚一上南阳来了，比比大大没面子，都是面子的，都谁我身上的，爸妈谁不我送的偏哪里，爸妈谁不也我送啊，别送八的，他哪来八的，我俺先拿的，哎呀，我咋来先拿着，封建地呗，在大爷抓行在里面拿的。提到我年不过来三十个年来的我一年干了比较干嘛马家也提过来提过不了都要没了只要说我的马家是吧先不要扣把的拉的都要没了扣把的就把这比我们俩的朋友上哪种上哪种就这么比我咱的朋友把给这几把的来了没了是吧看三代没比我的这不对劲了吧的干嘛的？对了，都要表现了，表现了，你碰见了，把表没了，感觉这个没欺负，但是我把表都表了，到哪张没了？现在今年了，表房子了，地址上没了，把他妈弄拉的，为啥都不交呢？这个钱呢？那包账弄的这个账，今天把子拉了没的，后天包账弄的呢，今天来了没去了？干嘛呀？这今天嘛的？对了，都现在表你的，碰见的弄的啊，表现的拉了。上山上了，去钢片们拿路钱的，也山上了你的，碰见了都表情了，表白的路，都是他上哪场买的王牛的，碰见上哪场的，土堆的这边就，看他家了看，先不要去麻烦你爸的，老公计划的时候没在家吃苦的，吃苦不了都老边受的，老边受不了，花的也老花也年家的，屁股呢高也没边接多的，边接多不了，拉动啊老脚。啊，老庙起码往大地下拉的，过年是拉了，抓了阳光白抓的，过年是个西藏抓的阳光白，哎，都进拉到了，那多少文章都来对了。